起来哦。好吧，等一下下车你们再脚脚穿起来哦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。再等一下哦。你干嘛？你刚刚车破嘞。不穿啦！不穿啦！老子一家拿出来，老子一家拿出来，直接插进去就好了。哎，怕你，怕你见。来。没有，我在看为什么你走路要一拐一拐的。脚抽筋，抽到抽筋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脚会抽筋吗？为什么？讲没关系，继续讲。因为蔡成伟弄的。看你是想得罪我们两个？等一下我跟你讲哦，我先讲哦，如果等一下手机有什么问题，不是我是你。我没有干嘛，我是啊。哦。我在记录王胜凯。好，我记录进程好。我今天就跟着他了。这个超好看的。不觉得吗？哎，杨晓晨，你穿得下来？我今天。但是脚超小。我冲山。我今天就拍你啊！你是我主角。不要！你是我的主角。拍林春雨。拍林春雨。你看那个。拍林春雨啊！你是我主角。哎，别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。你。店员在看你。你量身多少块？180。哎，可以秀一下你的肚，可以秀一下你的肚毛吗？然后看你要一镜到位啊，到点暗掉，然后就直接拍到肚毛，然后那就结束。好啊。这你也找地方吗？找。你确定啊？确定啊。我怕你后。来，一镜到位，一镜到位，拍过去，停了。打草丛生。你有看过吗？拿科学面具粘东西那个。是什么？你说修，对，修东西，然后会拿那个。罗浩宇说他，罗浩宇说他把螺纹切开，看里面有没有粘科学面具。我看流浪汉的，我看流浪汉。太恶劣了，不过我喜欢。不要拍了，妈的，操！好，看见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shit! 快去拍照，拍照，姐，走。
不能拍哦。查房啊，老师叫我们查房。查房，真的？那个代表啊，查房啊。真的啊，你们在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可怜的啦。不是啊。不要可怜的啦。这个房间啊。造反了、啊！对不起，进来就不要出去了、啊。就是你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你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哎哎哎！我操！我操！搞锁门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哇！当初这样啊？就是不要出去、啊。我们是负责查房的，就你啊，我录下来啊。还有你啊，还有你啊，跟别班吵架。跟别人吵架太过分了吧？我跟别人吵架。啊，还有一个人呢，你们三个人。你房间是比较小啊。对，小我们房间超大的。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干嘛？我要集体打手枪。超无聊的。走，我们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干！那你这样不要让他上我的床，操！哎，什么叫你的床？是我的吧？我操！感觉都已经脏了，不要脏了。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昨天打呼，然后我叫你起床，如果平时我在旁边，那我叫你起床，你会生气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他们？那为什么他们不叫你起床，还是不搞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他，因为他妈你有鼻子，但我也不知道怎么都没有人来，你有鼻子。那为什么不叫你起床？没有，这是说，这是他怎样吗？他有一个，然后他这对，然后这是他自己坐起来哦，坐起来大概五秒。然后就在那哭打，不是这个，你知道那个超单人床超干的吗？你知道我就往右边转一，就是稍微转一下，我整个人掉下去，然后我就起来，然后在地上坐一段时间，我又爬上去睡。做什么啦？弄屁股蛋。哈哈哈哈哈！太臭了，跟他喝多多啊？靠，我在玩的，猜数字啊。毛毛果实幻兽种觉醒。就是你，完美。起来，准备！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解说我第一装备，第一装备的节奏。开始。你知道原本是我在睡觉的，妈，你刚刚一直按门铃。滚啊！这原本我就在这啊。操你很重，90公斤压在不到50公斤的人身上。哦，看不行了，像大便。
好，我没有在录。不知道。没穿内裤，还有那个啪啪啪的声音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那我没穿内裤，他那个啪啪声音超大声的。所以我好，你要演示啊。我没有在录。我我就开始了。